在韩国五六界这地位一立一的 CJ 集团，今仔日含台湾的电信业者一个媒体签署合作意向书，要投资咱的电视、电影、音乐作品，也要借着这韩国经验，甲台湾的作品杀到国际市场。由文化内容促进院带头韩国内的电信业者媒体，甲韩国一立一的五六集团 CJENM 香港分公司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，要投资台湾的项目，包括电视、电影、甲音乐三大领域。文策院望借韩国的经验，甲咱台湾的内容创作，杀去到国际市场。那我们这一次跟 CJ 集团会用 CJ 非常成熟的国际上的技术或人才，来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台湾原创内容、华人原创内容的一个创作基地。同时我们所产出的内容也将会向韩国、向全世界去发展。 This is a really the meaningful opportunity for us. And of course,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, but this is the very big first step. And then hopefully we can have a great condition we discuss together, and then we reach the final agreement within the next year.电光文策院主办的 TCCF 创意内容大会主办日正式启幕，这些国内外影视产业串流平台、韩漫甲电动等等的业者拢来参与盛会。希望国内有发展性的 IP 会当透过 TCCF 争取到国际投资和合作的机会。尤其台湾有多元文化和民主自由的创作环境，这嘛是咱的优势。台湾具有非常多的特点，哦，它是多元文化。加上民主自由，加上东方与西方的荟萃，那同时在华语文世界里面，台湾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入口，也是最具有这个特点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TCCF 是很重要。这届的创意内容大会要设立28个奖项，总奖金超过新台币500万，要在提案的影视作品当中选出优秀的作品。大会自11月初7办到初10，大致拢会有座谈会和工作坊等等的活动，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创作力量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